阿弥陀佛，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莫非是你？你回来了！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岂有老朽可恨之极。
我今年270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！光之光芒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！你们别烧，都别烧啊！照，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，你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。缘起缘落，只因多看一眼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
知道厉害。休息措施过去。